Hello， 陈明忠，一下子啊，哎，等一下先，你要喷这个有没有酒精的先？你要有酒精，你喷你自己就好，因为酒精的话会伤害我们的皮革，长期的话会伤害我们的车的皮革的。不用紧，我的车里面有这个 air sterilizer。哎呦，什么东西来的？哦 ，Mac Clean 啊，这个东西我的车也是有装，很好用。那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啊，这个东西很值得跟观众分享一下，它有什么好。啊，李总，你该叫 air sterilizer 是不是？嗯，你叫对了，因为它其实和一般上我们所知道的那种 air purifier 是不一样的，长得很像，可是不一样的。我在这里先跟大家科普一下 ，air purifier 它其实是用这个 filter 来去trap 住一些对我们人体有害的，像灰尘啊、细菌啊、病菌啊等等的这些东西，还有有害的气体。基本上它就好像是把这些坏人抓进去坐牢这样子啦。可是问题是，这个 HEPA filter 它只能做到锁住不小过 0.3 micron 的细菌还有病菌啊。那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这个 SARS virus， 它其实是只有 0.125 micron， 也就是讲在这种普通 air purifier 里面，它其实是有机会溜出来的。这样它不是再喷回出来？有可能有这个可能性，他没办法把他抓进牢里面了，他有可能逃跑了。OK 啊，但是这个 McLean Auto Plus 它的操作原理就是刚才你讲的 sterilize， 它其实它的原理呢是它是主动去外面杀毒消灭这个病菌还有细菌这些。好像我每次介绍车啊，我讲到这个主动式安全跟被动式安全了。这个就是主动式安全，而 hand sanitizer 就比较像是被动式安全。那讲到这个 sterilize 啦，它和现在我们一直在用的这个 sanitize 两个都叫消毒，可是其实也是有分别的。分别就在于这个 sanitizer 你是当下喷或者是去骂的时候，它才能做到这个杀菌消毒的这个工作啦。它并不会一直持续的在杀菌。而这个 sterilize 呢，该我讲嘛，它是主动式这个安全系统嘛，所以它其实就会一直跑出来主动去攻击这些灰尘啊、细菌、病菌这些等等的，就是一直在做这个持续的消毒工作啦。我是觉得这方面它这个杀菌工作是更全面的。而且哦，这个 product 是 chemical free 的，因为我以前我有一直鼻子敏感，所以我有接触到这个牌子。我知道这个牌子是在那种婴儿产品的店那边认到知道的，因为他跟我们讲。那时候那个店员就跟我讲，这个东西是 chemical free， 它是纯粹用活性氧来消除那些细菌啊、那些病菌那些。它也可以帮助，如果好像我有鼻子敏感的，也是可以帮助鼻子敏感的人。对，你讲的没有错。那这个活性氧其实 McLean 是有个专利啦，它叫 CERAFusion Technology， 它是可以做到 99.98% 的这个消灭细菌的。而且其实这个活性氧也是很普遍的一个东西啊，你在大自然里面都有看到了，好像光合作用，好像瀑布，还有打雷这些都有这个活性氧的成分的。我科学不大好啦，如果我有讲错话，大家指正一下。OK， 除了这个 McLean 可以消毒细菌之外，它还可以消除那个味道，尤其是你的车上，有时候我们下雨，那个车弄到那个 carpet 湿湿的时候，它会有那个臭臭味啊，然后那个榴莲的味道啊，或者是食物的味道啊，它都可以汗味啊，都可以消除掉那个味道。对对对，就是有时候甚至你可能在车里面弄倒饮料啊这些啊，都可以，它都可以做到去隔绝掉这个味道了。这个东西其实我本身自己也是用了过，亲身体验到，因为我车里面其实是已经有一股霉味了，因为那个 aircon 久了，它里面有湿气嘛，所以有多少都有了，车久了就会这样。然后我一上车走了过，这个 auto pass 开了一阵子过后啦，我就嗅不到这个味道了，我只嗅到它所释放出的一个蛮清新的一个气味。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东西它还可以去氧化，因为我们懂啊，车里面这些东西啊， plastic， 这些 plastic 啊，晒久了是会释放出一些 certain 的有毒气质的。那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做到氧化掉这一些有害的物质。现在这个 McLean 的这个牌子，其实在马来西亚的市场已经有蛮久了，所以已经蛮普遍了。对，你可以看到很多超级商场啊、跟定啊，或者是机场啊、医院的。我懂的是大学、医院还有机场哦。你刚讲的机场这些地方，加州都开始在用着。是。说真的是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技术了。现在很多商场或公司都使用这个 McLean 消毒，容易覆盖大的面积或消毒喷不到的地方。不过讲了这么多，重点来了，那就是现在这个东西有优惠。对了，凡是在9月16号到30号期间呢，你前往我们的这个 Auto To You 网站购买这个东西呢，就有20%的折扣。不过呢，你们一定要 key 我们的 Auto Magic 的 promo code， 你们就可以购买这一个，或者 Auto Plus 跟这个 Dogin 一起的
package 都有 28% 折扣，还有再送多你一个 cartridge 在里面，这个 cartridge 活性氧这个东西啦，这个东西90块，这个 cartridge 90块，然后可能有些人会好奇啦，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其实它是一个我们叫 Nogi 啦，就是它可以给你放在杯架上面，然后它这里面呢还有这个 USB 的插槽给你充电，对，就很方便一下，所以有些车可能它的这个插头装不到这个东西的话，你就可以考虑另外加买这个东西，然后你就可以装在上面，就放在你的杯架，更加的方便。所以你在优惠期间买这个东西啊，你又有 discount， 然后又有送这个 cartridge， 算到来都是整便宜了一个整200多块，差不多两百块左右嘞，我是觉得很值得啦，还有 free shipping。是，还有 free shipping， 哇，将难得的这个机会，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赶快现在就去买，16号到30号期间，记得啊。好啦，最后就是提醒大家，在这一段期间，大家出外的时候，尽量还是减少触碰任何这个表面啦，还有勤洗手，对，还有不要重复使用 mask， 还有就是去人多的地方使用最少 double mask 以上啦。好啦，这个影片也是时候结束了，那这个产品其实我个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啊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尤其是在这段期间啊，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赶快去买，不要错过。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拜拜。